咁唔知啊，唔知道應該可以講啲咩？你憎恨佢嗎？冇話憎恨嘅，就係覺得點解唔打嚟道歉啊？或者點解唔解釋翻件事俾我聽？Edison 直至而家都冇同你打过电话，冇同你道个歉，咁你原谅佢吗？我觉得我同呢个人已经冇关系啦，即系原唔原谅都唔系一个重要啦。